最爱的人是丫丫、丸子、妈妈、妈妈爸爸、妈妈和爸爸、妹妹、妈妈、Oliver、家人和朋友、妈妈。我爱丫丫是因为她美丽、漂亮、可爱、聪明，还弹钢琴。丸子是因为她对我也很好。我妈妈亲亲和抱抱我很多，因为他们喜欢我，因为他们一直在我身边老爱我，因为呢你照顾我，因为他可爱，他从不撒谎，我跟他玩得最好，付出了很多。我给了丫丫小宝石。盘子有中文，有些词不会时候问我，我可以帮他。我抱抱。有时候我会帮助他们，给他们做饭。他买了个书礼物，孩子们说祝你长命百岁，能帮他做一些家务事啊，睡觉、看电视、吃喝玩乐，从不虐待自己的。哎，我亲我自己，我别伤害自己，身体健康。我自己给自己弹我喜欢的曲子，好好学习，好照顾自己，不要做什么太危险的事情啊。爱你，我爱我的家人们，也很喜欢团子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们，我爱你。谢谢妈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祝你长命百岁。我特别爱你，妈妈。